讯一路走来的因缘与心中的发现。在我小时候十岁那年，他们离婚了。那因为小时候我是单亲，那心中会有很多的怨恨，我那时候还没有体谅妈妈的辛苦，渐渐的走偏，把路走偏了。还记得有一次参加慈济的大专青年志工体验营，让我深深感受到行善行孝不能等。想到妈妈工作这么辛苦，为了养我们长大读书，我却每天都去学校玩乐，甚至染上了不良习惯，想想真的很惭愧。回来之后，我立刻报名了慈青社，感恩有慈青，让我不再迷惘，改邪归正。因为妈妈的改变，爸爸他感受到了，也改变了自己浪子的个性。他们重新接受了彼此，在前几年他们结婚了。真的很感恩有慈济给我一个全新的家庭，也感恩有慈济让我能够从错误中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与成长。我希望能够把在慈济里慈青里学到感受到的爱与关怀，在这短短人生中发挥最大的价值，感恩。那我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并不想要参加慈青社，后面也是因为经历过了很多的事情，我看到了爸爸妈妈受证之后的改变，我更看到了姐姐加入慈青后的转变。在慈青的这段路上，我很感恩每个遇到的人，也是因为在慈青这条路上接受到了大家的爱，让我在刚毕业的时候我想要做更多的事情，所以我参与了培训。我也期许自己能够成为帮助这个社会更多人的人。慈青共同发愿，上林阮虽然少年，不过阮不怕辛苦，上林要咧做的代志阮来做，爱上林所爱的人，让上林真正放心。菩萨们啊，跟大家说，人人要步踏实，勇猛精进啊！真的，一世人要行偌远的路，路呢是走的对，或是不对，分毫，总是这样的。假如差一点，那就会偏这样去喽。假如呢，一条路。菩萨道往前，就是呢，可以啊，菩萨大道直，菩萨带都是对的，所以呢，要从起步的这个地方开始起步，一步一步，方向不能偏差，差一点。就会安妮去了，所以要直线走。菩提一带都是对的，各位菩萨，我们都是有缘呐、啊。这一生作为起点，我们还有来生，我们是。生生世世，今天可以有缘坐在这里，闻法欢喜，不是今天才闻法欢喜，你们呢、啊、应该也都好几好几年呐、啊，所以欢喜有心就这样的汇合起来。发心立愿，同行菩萨道，要行菩萨道啦！要大心，体解大道，那明白道理，不是家己知影道理，道理爱提来普的路人，咱家己爱发心立愿，
带人行行这条路，这叫做皈依佛，同愿众生，不是我家己，众生就是安尼安尼安尼，三个人以上啦，很多很多，安尼，真多真多，合起来，啊，会合起来，这两支爱合起来，安尼拉到口中来，这呢叫做合合心嘛，这就是体解大道。发无上心，常常听师父讲，你来发心哦。人间菩萨救生，佛陀呢出现人间，就是要为人间脱离苦难。所以呢，佛陀出现人间呐，就是为教菩萨法，去救拔苦难的众生。一代一代啦，把这个法传落去，都只看到听到啦，慈二代哦，我这当阵真放心，希望呢，咱这条路爱正，唔通偏差，分寸的偏差，就会把自己的路呢，行偏去，所以人人啦。发大心，立大愿，皈依佛啊，同愿众生，爱体解大道，这念心爱真了解呢，天下的大道理。那皈依佛啊，爱深入经藏，佛大藏经啊，唔是干那藏地藏经读。是咱爱家己伫人间去体会，去救度苦难的众生，翻转人生。自在即马已经是57年哦，57年呢，开头的起步都已经呢到菩萨法，似乎都是带人人开始呢爱去救苦。爱去拔除众生的苦难，爱去带人转无明为智慧。所以现在有真侪人拢讲：啊，我过去的习气安怎安怎？我走入组织来，我拢改啊啦，那行为改啦，习气改啦，那正道立啦。所以呢，这是组织人。行自在路，叫做行菩萨道，所以这叫做那深入经藏啦，那就是智慧如海。啊，别个在皈依经啦，同愿众生通利大众，一切无碍。咱呢爱发大心，发唔是求来家己用。不是求佛的保庇我，礼佛是要调整家己的心性，那要降服家己的傲慢心。所以呢，咱天天呐顶礼呀，礼佛啊，那总是呢，哎，调伏咱的傲慢心。上不敬菩萨，见人就顶礼，要求佛。敬人顶礼哦，这就是去掉偶像。大家人呐，回来有的人朝山呐，那礼拜到来的礼佛啦、礼僧啦，来顶礼，这总是呢降服傲慢心，这叫做有傲慢心降服掉。你就会去跟人结好缘，会当跟人结好缘，带入佛道来行菩萨道，这叫做通利大众。
你得到呢真侪人的好言呐、啊，咱拢总该集合来，共一个方向，菩萨道分分秒秒要把握正知正见呐，哎，行正路啦，真呢都投入菩萨道，艰苦艰苦地福，还要呢实行菩萨在人间的道路，安尼拢了解啦。了解。好，虔诚为大家人祝福。那回去呢，还是要继续听法，一直神功，一直师父天天在你身边哈，在你的耳边呐，所以大家人好好多用心啊。